欢迎各位收看法人操盘室。今天大盘在这里只涨15点，中小型的电子股是喷出去。我昨天在58台跟各位投资朋友介绍的5388的中磊涨停板，对不对？太阳能的股票2406的国硕也是涨停板。各位，我今天在盘中告诉各位机器人概念股哪一支？2365的昆盈今天也是尾盘涨停板。各位，2365的昆盈这里连拉两只涨停，昨天小黑，今天攻击，各位涨停板。机器人现在是大家都要发展的。各位，你是我的会员，你今天平盘这里都很好买，也是可以赚到涨停板。那6285的奇迹今天收盘小跌2-3毛，我们建议会员在盘下可以买，因为我认为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中磊当它整理结束以后会喷到三位数字，奇迹会喷到三位数字。我们每一只股票在这里都事先告诉你，你要看我27台2365的昆盈，各位涨停板并不稀奇。5483的中美金今天收盘当冲单出来，但是中美金我有告诉你50块是最后的买点，会再攻60块。3576的新日光，各位它已经暂攻过了月线。3686的达能今天刚好碰到月线，在这里没有办法冲过去，但是16块意思也到了。我们跟你讲的都是在前面，各位，标股一大堆，对不对？8261的富鼎涨停板再创波段的新高，中小型的电子股真的好强好强好强啊！2365的昆盈涨停板创波段高，2369的林森再攻高，各位也是依然往上做走高。电子股是我们的强项，当电子股来的时候你要好好把握，我有本事让你赚大钱，赶快跟我们线上助理做联络。2365如果你在这里赚到一次涨停板，你一定非常的高兴啊！各位，祝你明天操作顺利，明天太阳能股会不会动，会不会涨停，让我们拭目以待。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